会议的情况，假如是公听会就是公听会嘛。公听会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可以让人家讲话的机会，最更多的讲话的不同意见是可能反映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角度不同，这是对这个政策的拟定共识是好的，我们一定要鼓励，是不是？那么因为它时间有限度，所以事前都要安排好，至少要给人家有机会来讨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所以你觉得记者也可以在公听会上面来发言？你公众记者跟中国时报的记者、公联合报的记者，他们是被他们来聘请来描述一定意识形态的内容的话，这个东西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公共记者就是公共记者啊，公共记者跟他们这些记者不同哎、欸。对不对？你是说我们公民记者跟他们？是公民记者跟他们不同哎、欸，公民记者就是为了公民全民来讲话。联合报记者、中国时报记者，他是为中国时报或者是联合报的投资者讲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同的，他们有利益，他们是一个利益团体。你们是一个真正的媒体的团体，是公民记者，他们是中国时报的记者。对不对？好，了解，谢谢。所以你认为我是也是可以在公听会上面讲点话？谢谢。当然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是公民记者，是不像，所以CNN 就可以登这个公民记者拍摄的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